是鹏子，今天又出来跑工地了。今天来的是西咸新区的秦汉新城，看，这边是蓝池大道的北边，相当于蓝池二路这边。然后之前给大家拍过这个，看。然后后台很多那个同行问，哎，鹏子，看，这边是西安戏剧学院，然后说那边听川子说干完了，说没有，哪有这么快的？看，但是速度是特别快。那天不是拍过一次，没带无人机，咱今天把无人机带过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地盘特别大。然后挨着最西边那边还有个项目，我都不给大家说哪一个，大家可以自己跑一下。我现在用无人机飞上去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西安戏剧学院，属于秦汉新城这边的。